来到八卦娱乐圈。周深呢将于2021年12月31号晚同时现身三台跨年晚会了。近日来呢，北京卫视跨年晚会、江苏卫视跨年晚会、 B 站跨晚相继官宣了出演阵容，其中呢最为新生代歌手的代表周深喜提这三台跨年晚会，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。周深于2021年12月31号喜提三台跨年晚会，北京卫视2022环球跨年冰雪盛典，北京卫视2022环球跨年冰雪盛典202112月23号官宣。不负光阴，不惧风雪，拨开片片雪花 ，get 它的关键字符吧。与此同时呢，北京卫视还发布了一张宣传照，这张照片呢是用血痕的方式遮住参演嘉宾的名字，让网友们猜。拨开片片雪花，周深的关键字符来了，一把子期待。周深于2021年12月31号晚喜提三台跨年晚会，哔哩哔哩最美的夜。哔哩哔哩最美的夜2021年12月20号官宣， B 站跨年晚会官宣，带大家一起回顾去年的神仙舞台。不惧言语，不畏世俗，勇往直前，永不屈服。每次听到周深演唱的这首 This is me 都会被鼓舞到，信守住自己的本心，遵循着自己的原则，你不必成为任何人，你就是你， This is me。 今年12月31号2021最美的夜跨年晚会继续等你。哔哩哔哩最美的夜还同时发布了周深之前参加 B 站跨晚的演出视频。2021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将于2021年12月31号20点30分播出，欢迎光临平行时空。周深于2021年12月31号晚喜提三台跨年晚会，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。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2021年12月17号官宣。江苏卫视跨年首播嘉宾阵容突破自我，挑战无极限，听周深阐述他心中的奋斗，用奋斗点亮幸福。2021年12月31号19点30分江苏卫视跨年全球直播。周深此次参加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，不仅照了宣传照，还录制了一个宣传片，力邀粉丝们一起收看江苏卫视。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将于2021年12月31号19点30分开播。和北京卫视跨年晚会、 B 站跨晚相比，江苏卫视跨年晚会还算是比较清晰明了的。不管是北京卫视跨年晚会、江苏卫视跨年晚会，还是 B 站跨晚，只要有周深出现，就是最大的惊喜了。另外呢，能够同时参演三台跨年晚会，足见周深目前有多么抢手，优质艺人的名号简直就是响当当的。12月31号晚，2022年银冬奥 BRTV 环球跨年冰雪盛典、 B 站跨晚和江苏卫视跨年晚会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周深的表演。广大粉丝纷纷留言，好开心可以和周深一起跨年，非常期待周深的 B 站跨年晚会，有周深的歌声陪伴跨过2021年是最幸福的事情。北京、 B 站、江苏，这就是大明星吧，很少有艺人像周深这么抢手。不负光阴，不惧风雪，期待和深深一起在北京卫视跨年。一大波周深即将来袭，这个2022年的第一天真够他忙的呀。